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 欢迎收看《电玩之夜》。今天带给大家最新的一集《Overwatch 斗阵特工》，一款红到爆的游戏。我一直没有带给大家正式版的画面。我们现在已经是好几次的更新之后，已经有联队的模式在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朝向电竞选手。有蛮多的更新在不同的角色，像是 Diva、DVA、猪肉 Diva， 他有这个防护盾牌可以这样开起来，然后再这样哈，然后再被人家拿里，我想你了。你去前面打、啊，我在后面啊。OK， 我想抓我抓那些单个的。我只想看你而已，我想你了。好，你好凶。而且我现在是非常热的状态，我知道这跟游戏没有关系，但是我冷气坏掉了。如果有在关心 Matt 的身体状况的话。台北这种天气是不适合冷气坏掉。No， 不可以让他欺负我们的那个。Shit， 我来了，呵呵，哈哈 ，fuck， 我刚好被杀掉就有那个机器。No， 没关系 ，A 点其实很容易掉，所以我不太担心。哦，真的要掉了！我天哪，我开始担心了。为了影片 ，Ben， 你要给我撑住，就这样。没办法，已经掉了。哦，好吧。我们再闭眼盖炮台好了，快点。放弃一点。我付对方钱不够多吗？为什么他们会赢啊？马上死了！冲向法拉，法拉，我来找你了。他把我杀掉，我要跟他妈告状。真的要用盾那个？有人用走了、欸。Tobion， 简称炮台叔叔。虽然四个字比三个字更长，但是我还是叫他简称啊！我被冰冻了，其实蛮舒服的。他在讽刺我们家没有冷气。另外一个斗阵特工的影片，我自己不是觉得非常的光荣，但是还是有蛮多人看的。显然观众喜欢重口味，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对于那个什么学习近平那个影片，我不想澄清任何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家放轻松看就好了，我不知道会这么多人看，就是我一直觉得很困惑的一点。然后被冰冻，送你这个小美，哈哈，把自己冰冻在里面，他没有死，啊，他刚好变那个冰墙，啊，不是，他刚好变冰块，呜，他释放了他的压力，他压力好大。半藏压力好大、啊，那个时候呀，学长呀，他带带带，还好哦，残压，他是残压塔吗？对，放的真好。半藏，你压抑很久了，我知道，我来帮你解除压力。他死了，哦，对，这个地方可以躲，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游戏已经推出够久了，我相信我们应该没办法给大家任何秘诀。对，这个地方可以躲法拉，对，也可以躲这个，对 ，Reaper 都可以上来。哦，对了，然后我是 PS4 的版本，所以大家不要说为什么我故意调成英文，没有，我们没有中文，我记得。偷释放他压力了。对，压力好大，班长，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把你两个龙头叫出来。Reaper 在点上。他不在。通的莱斯特，不，莱因哈特立在楼上。哦，注意了。收到，我来了。两个大块头都在下面哦。我要找莱因哈特麻烦。我去找拦路猪好了。莱因哈来拦路猪死。Oh shit， 不是拦路猪。莱因哈特和拦路猪死在一起了。OK。大机甲在外面。Nice， yeah baby。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们输了七局，连续。输了七局，我们的 rank 掉超级快。今天第一场就赢了，都要感谢我。应该我们两个开始对话，什么啊？那你还记得那间加油站吗？那时候我们抢了那个老板娘，吓得快哭了，超好笑的。啊哈哈哈 ，mate，yeah，mate，all right，mate。我对澳洲的印象就只有一只 mate。Who's waiting for mate? Who's waiting for mate? Wow.I'm just waiting for a mate, as I said. Who's your mate? Hey? Who's your mate? I'm waiting for a mate. Because we're working, mate, and you've had a car crash. No, I haven't. You're drunk. Am I? Yeah, you are, mate. 我有大技能，我等着可以放。大家玩慢一点好了。
其实我也只有跟 Ben 团队沟通而已。啊、大家请慢一点哦，然后只有你一个人停下来这样。我要上 Fire in the Hole，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放，我马上被清掉。啊？我 Fire in the Hole 被那个 Reinhardt 的铁锤清掉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哦，糟 ！Boom！ 直接砸酒瓶，好像安娜好像每次这种技能的时候，好像喝醉酒然后再砸酒瓶。不行，你跟我睡觉，你跟我睡觉。不是你跟我睡觉，你跟我睡觉，你滚！你跟我睡觉，我帮你，我帮你。啊！安娜就算是新角色，但是、我觉得很少人在用，应该是不太好用的原因。我玩连队几乎没有人会抢安娜，大家就是说你用吧，没有没有你用，没有。他出了第一天就两边都是安娜队。对啊，都是安娜队对上安娜队，但是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就没有人要玩了，就是你用啦，不要啦，你啦。没有了你了，你先请。好像两个大人在抢付账一样，没有人要付。哎呀，小美 Donald Trump， 我不是墨西哥人，不需要对我筑高墙。How are you going to make them pay for the wall? I will, and the wall just got 10 feet taller. 给他支援。哦，猪都很好打，那么胖。给你大技能的猪 ，Go。哦，没有的，没有敌人。猪，你为什么用我大技能自己跳下去？没礼貌。来 ，Lucio drop the beat， yeah， 杀掉了那个忘记他名字 ，Reinhardt， Rocket Balach 女儿，上个女儿，哎呀，星星暴走，把他弹出去啊，星星，我星星来我面前，睡吧星星，啊，他睡死了，星星睡死了 ，fuck you， 吃酒瓶 ，yeah double kill， 我的酒瓶有效。我年纪有点大呀，等我一下。女儿带我飞呀！女儿带我飞。想当年那个时候，我遇到夺命女的时候，她说我眼睛也长肉，就把我眼睛打瞎了。哦、好帅、啊，他那个七六人的那个喷气，好帅、啊。GG 耶、欸，那是 GG， 七六猪就是死神的一个好处，因为他就可以一直在后面绕。Fuck， 骑兵，骑兵死，骑兵还没死，骑兵死了 ，Double kill， 骑兵死了 ，OK， 一个炮台，我有大技能哦，炮台死了，暂时不用，收到，暂时不用开大技能 ，Yeah， OK， 炮台也死了，一个人 got you in my sight。Oh no no no！ 是敌人的 got you in my sight。其实讲起来好像，如果是女对女生讲，应该很浪漫。나랑연애할래요노르피디님 Got you in my sight. Got you in my sights. No， 外面好乱。我要等回血。Oh yes， 七六人刚好放血包下来。站点，站点。能打多少打多少，还没站啊，我有一站欸，还没快了，因为他们一直进来 ，Yeah， triple kill， nice， 哎呀，我跑远跑过来啊，我再玩死半秒钟，我就可以在前面那里出来啊，你是猪欸，你要多运动好不好 ？Oh nice， 先打 Lucio， Yeah baby， 还有个 Tracer， 法拉出来了。我知道他们点附近。Junkrat， 和尚，和尚，哦，对，和尚，后面开一些大技能，我们挡着他们出来。哇，后面有七六人。哎呀，我看到。他不理我，算了。对方的猪出来了。好多人啊！呀，我杀了一个人 ，nice。迪瓦说韩文了，他受不了了。迪瓦说韩文了，他发挥了。我刚才听到说不要不干，他要 ，Oh my God， got you in my side， 我看能不能吸掉他的 got you in my side， 可以啊 ，drop the beat，Oh my God， 是我们的 ，No， 刚好挡掉。猪死了 ，nice hold，nice push。
手做一分多钟搞定了。Come on， 不要跟我比 Diva。Come on， 现身。Come on。你看等级一模一样的这边 Diva。我直接放 Diva 过去。哦，小心哦。Yeah。连杀五个。Oh shit！ 猪、啊。No。Yes， 回来了，刚刚好。No, fuck off， 滚！法拉滚 ，Diva 滚 ，Yeah， Diva 死了 ，Nice。法拉不太会用，然后飞到撞墙了 ，Nice， 法拉死了。哦，猪还在点上，滚开点！Nice， 做动作吧，我来不及。Nice！ 我发现很多台湾人很喜欢上，尤其是女生是吗？台湾人喜欢吗？女生我记得好像很多是屁啦。那女生是女生是真的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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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日本女生是是Sky！ 那香港女生没人捏嘞。我觉得你没有认识什么日本女生，你应该是从 A 片看到的。不是啊。好的。那泰国女生呢？泰国女生是 ，carbon cup。然后他们就喜欢说，他们喜欢说什么？超难听。卡康宽。超难听。其实我们就算歧视吗？当你刚刚开始有风而起，你打开大门走进去，哎呀，怎么有个和尚在这呢？然后他送了你一个坏球球，你应该马上退回去，蹲在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这个气球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应该说假的。哎呀，我血量又转重了。那到底这个气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是暂时的，因为你再走一点，气球就不见了。嗯，那什么才是真的呢？它打出来的铁珠才是真的，一颗一颗，真的很痛呀！哎呀，我好压抑呀、啊！哎呀，好压抑呀、啊！它真的很压抑啊！所有铁珠都发泄在我身上了。哎，这真的很压抑、啊。当年我也在少林寺待过。真的很压抑，里面的师兄。